大家好，今天呢 Bobby 啊、来到一个商场，叫做 Terminal 21商场哈。这里呢就是食品城，在第五楼哈。我点了很多菜耶，就是你去买那个票哦，然后就你就走走逛逛，想吃哪一家你就点哪一家，味道很好，而且呢就是价格也很实惠啦。这个呢就是打卤面，你看一下泰国的打卤面，我点了就是它有好几种面，有宽面，有河粉，有米粉，然后我点的这个是那个蛋面，然后先拿去炸，你看味道是脆脆的，很香的，然后呢有那个猪肉，还有芥蓝，然后我加一个荷包蛋就做海鸭。好，这道菜呢泰国人叫做拉纳，然后刚才我说是炸的蛋面对吧，就是米果是香脆，所以呢这道菜叫做米果拉纳，很好吃对吧，看起来不错哈。还有呢这个也很好吃，看一下，这是凉拌，然后凉拌猪颈，这个呢是那种泰国东北式的凉拌猪颈，泰国名字就是叫什么呢？突然想不起来，叫做那个南斗母。母就是猪颈，猪的意思哈，南斗母，如果康母的话就是猪颈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种呢叫做烤拉干，就是那种盖饭的那种，你可以任选要哪一种菜都可以，它就有一个一碗米饭放在这边，然后你就任选那个菜，我选了三种，这里是那个辣酱炒鱼就是帕拉杜，还有那个炒竹笋呢就是帕喏麦，还有一个海冻呢就是那个水煮鸡蛋叫做海冻，然后这种菜呢泰国就是叫做烤拉干啊。来，最后一个就是烤鸟毛梦呢，我觉得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芒果糯米饭哦。烤鸟就是糯米饭，还有你看芒果就是熟芒果，就是芒果素啊。啊，所以这道菜怎么说呢？烤鸟芒果。哦，还有一个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也很好吃的。这种呢就是高老，看到了没有？高老呢就是一种面条，就是烫面，但是不放面，就泰国人叫做高老。但是如果你放面的话，就叫拐屌呢，就是烫面的意思啊。OK，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啊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，拜拜。南斗母凉拌猪肉，拉纳泰式打卤面，高老清汤，烤拉干盖饭。